Top 5排行榜。Top 5 3G 手机排行榜 Top 5第五名诺基亚 8800CA。 贵族爱上碳纤维，诺基亚手机中的一个型号系列被称为经典。从这个系列推出第一款产品以来，它一直受到高端人士的关注。这个系列的手机有三个特点：一是造型一成不变，二是面板的材质永远不一般，三是价格永远高高在上。没错，这就是诺基亚的8800系列，一个被人又爱又恨的手机系列。8800CA 的优点，外观科技感十足，碳和钛的结合使得手机的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AMOLED 的屏幕出色，显示效果细腻，拍照样张效果非常好。好 ，Top 5第四名，苹果 iPhone 3G 版。3G 版的 iPhone 的特效时间有大幅度的提升，官方宣称可以提供300小时左右的待机时间，即便是播放视频也可以达到7小时之久，播放音频更是达到了24小时。这无疑使得这款拥有3.5英寸大屏幕的电老虎老实了许多。另外，充电器也发生了变化，变得异常小巧，仿佛是一粒骰子，不禁令人赞叹苹果的设计研发能力。苹果 iPhone 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， 3G 版的 iPhone 的到来注定还会一个奇迹，或许我们会在不远的将来看到苹果所书写的传奇。好， Top 5第三名，三星 F480。 最受女性朋友喜爱的手机品牌三星推出 F480， 国内上市型号为 F488 的新版色彩，并将其命名为 Rockstar 以及 LaFollow。 其中 Rockstar 这一版本将与素有粉红佳人的女歌手 Pink 的新专辑配合推出。三星 F488 的是在2008年的6月推出的一款触摸屏手机，该机采用2.8英寸26万色 TFT 彩屏，该机内置了一颗500万像素的摄像头，支持自动对焦以及人脸识别功能。不仅如此，该机在影音功能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令人满意。通过以上的硬件配置以及小巧时尚的外形，从而深受不少女性朋友的喜爱。Top 5第二名，诺基亚 N96。N95 六个上下双向滑盖的酷炫设计，可视面积高达2.8英寸的1600万色 QVGA 分辨率 TFT 屏幕，500万像素卡尔蔡司自动对焦摄像头，高达16GB 的存储空间 ，GPS 全球卫星定位模块，全新的 S60 sensor 的等等平台耀眼元素起于一身。好，再来看 Top 5第一名，诺基亚 N85。双向滑盖机身 GPS 导航500万像素的卡尔蔡司摄像头 S60V3.2 平台，这些元素在诺基亚 N 系列手机中都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玩意了，而 N85 又采用了显示效果更加出色的2.6英寸的AMOLED 屏幕，并且拥有强大的游戏功能，所以还是获得了很多多媒体爱好者的期待。好了，本次的 Top 5手机排行榜就是这些内容，谢谢您的收看。想要了解更多更新的资讯，那么请登录 chdn.tv。